完美岩影秒开仙人模式，波风水门到底擅不擅长仙术？同样是成面目山，身作仙人为何从未提起过水门的仙人模式？大家好，我锦旭，本期答惑影问咱们就来解析一下波风水门的仙术水平。秒开仙人模式其实是对水门最大的误解。事实上，想要明白水门的仙术造诣如何，咱们只需要对比一下火影中真正能够秒开仙术的角色就行。没错，也就是咱们的初代火影千手朱坚。想当年朱坚和班周末之谷大战，朱坚站桩与班谈笑风生，最后两人谈判破裂，朱坚索性眼睛一闭一睁就来个仙人模式。关于朱坚的仙人模式，在公式书政治书中是这么形容的，要在战斗中提炼仙术查克拉是极为困难的事，但是朱坚能够瞬间进入仙人模式，所以说这也算是官方认证的秒开仙术第一人了。而反观咱们本次问题的主角波风水门，水门呢曾经亲口承认过自己不擅长仙术，表示自己的仙术要花很多时间提炼查克拉，而且也无法长时间维持，所以很少在实战中使用。说到这里，可能有的粉丝多少呢会有点不服，哎，怎么照这个意思就不能允许我家水门谦虚谦虚了？那鸣人还说自己不擅长说教呢？事实上，水门的这段本身呢就是在自己施展过一次仙人模式之后说出的话了。而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回顾一下水门这唯一一次仙人模式的过程。当时在目睹带徒投靠六道班之后，在场的众人试图齐心协力阻止带徒，其中水门本着擒贼先擒王的基本原则，打了一套仙人模式飞雷神和螺旋丸的大连招，结果这套连招被六道班当场看破，水门不光再次痛失一条手臂，然后还被一脚踹飞，那酝酿出来的仙术螺旋丸算差点和帕西身上。等到水门站起身的时候，自己身上的仙人模式已经解除了。所以暂时到这里，水门秒不秒开仙人模式咱不知道，但是他能秒关仙人模式这倒是可以肯定的。这也对应了后面水门自己说的自己的仙人模式没法长时间维持的问题。那么水门的仙人模式真的是秒开吗？在这里咱们可以回忆一下同于面目山的仙术体系鸣人修行仙人模式的过程。当时的金牌讲师身作仙人曾经亲口说过，要想进入仙人模式，要么需要脱离战场重新汇聚自然能量，要么就可以依靠妙木山的两生术。当时的鸣人因为九尾的干扰无法使用两生术，还进行过边跑边吸收自然能量进入仙人模式的修行，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而鸣人的经历其实也证明了，在不借助两生术外挂的情况下，一边行动一边进入仙人模式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同时也呼应了政治书中所说的，要在战斗中提炼仙术查克拉是极为困难的事。而在四战中，水门自然也没有机会召唤仙人使用两生术，所以他想要进入仙人模式也只能通过不动或者站桩的方式。而好巧不巧，在班嘴遁带土的时候，恰好呢提供了这么一个时间上的机会。在带土和班对峙的时候，曾经给到过水门几次镜头，而水门在镜头中那就是一动不动的，甚至水门不光一动不动，还连一句话都没说，一声不吭。反倒是当时卡卡西、五爱罗、小樱等人都有那么点台词，直到那招仙术螺旋丸。所以说结合水门本人后面所说的自己的仙术要花很多时间提炼查克拉，那他极有可能在看到六道班抵达现场时就开始筹划使用仙人模式这个有效的攻击手段了。毕竟先前见过儿子鸣人开启仙人模式打六道带徒，水门也算是有这个经验，但是结果就是实打实的失败。所以到了后来，即便知道唯有仙术和体术能够对六道班造成伤害，水门也用不出来了，这才顺水推舟有了八门凯和六道班的体术对决。当然了，说到底水门这个仙人模式本身就是一个大大的补丁，毕竟当初鸣人在妙木山修行仙人模式的时候，身作仙人表述的近期已知的仙人模式修行者那也只有自来也跟鸣人，这俩压根就没有暴风水门这号人，所以后续给水门一个会仙术但是不擅长的设定也比较好圆。毕竟如果水门会仙术并且特别擅长的话，那就很难解释之前身作提都没提水门的问题，那这个补丁也就变成了 bug。 而如今水门这种会仙术但是不擅长，那就好解释很多了。完美的仙人模式眼影证明了水门一直以来的天赋，但是短小的仙人模式也说明了水门在这方面确实存在短板，也跟仙人模式篇身作仙人的表述没啥冲突了。万一人家水门只是私下自己练了练呢？或许如果给水门留足够的时间，那水门可能真的能够成为一名活用仙人模式的高手，只不过天妒英才没有给他这个机会罢了。好，讲到这里咱们本期答惑影问也就基本结束了。如果感觉咱本期视频还算不错，屏幕前的各位也可以给咱一个点赞关注，收藏转发支持一下。
这里是金星，我要继续给大家来有关火影的各类解析内容，咱们下期再见。